好，来看到112年度吉安乡长杯原住民德鲁古传统射箭比赛，上周末在吉安的苗圃开赛了。来自宜花东三个县市350位的好手，分成6组59队来参赛，汇集了阿美族、萨吉达亚族等不同的族群来较劲，以箭会友，期盼从竞赛当中保存原民的文化，提升运动风气以及传承部落文化。来自宜花东三县350位好手齐聚吉安乡吉安苗圃，112年度吉安乡长杯原住民特鲁古传统射箭比赛日前举行，6组59队参�赛，小至11岁、年长到70岁的健康组，从民国94年第一届比赛100人参与，如今盛况空前，汇集阿美族、撒奇拉雅族、布农族等不同族群组队。乡长吴淑珍百忙之中前来祝福开工。吉安乡乡长杯特鲁古射箭比赛来自于宜花东的选手共组59队，世信乐活美好休闲在吉安，我们欢迎宜花东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到吉安以箭会友，当然也看到了阿美族的头目以及各个社团的好朋友汇集在吉安，我们不分族群为我们的共荣共好，希望吉安世信的建设铺陈能够友好所有的乡亲跟所有来自于各个社团的好朋友，一起开启不一样的学习，健康的身体。谢谢代表会，谢谢花莲县政府，我们一起努力在吉安，让大家更加健康，更加快乐。部落长老邱木生表示，感谢吉安乡公所重视原民文化的传承，深耕部落族人传统技艺，主以文化教育。射箭文化虽是泰鲁格族传统技能，至今汇集不同组队响应参赛。乡公所表示，期盼从竞赛中保存原民文化，进而提倡全民运动，以箭会友发挥凝聚力量，提升运动风气与传承部落文化。记者蒋邦彦吉安乡报道。